小小讲唔会，年年都开心。讲好福州话，营业是在亲。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明后电视台福州话节目《讲唔会》。今日啊，你真系这个盼望伊有两位嘉宾，我先介绍下这两位嘉宾。这位嘉宾是谢文令先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文令。今日也恭喜你啊，明后电视台《讲唔会》栏目改。观众朋友，在你盼望白银。古老位嘉宾啊，但你都整个是谁的？就来小东。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东啊。今日啊，特别个系，我讲开始讲特别个系嘛。其实你那今日是超越下走，所以讲特别敬爱我，所以讲你个系特别厉害。真的，那实际小东先生，已经你那啊情况节目已经公布所记的啦，就来新罗记下节目的。真的。哎，那啊那也是今啊是对他位下走。下走。哎，属于这样来讲啊，真厉害。哈。但新罗记那啊情况已经请小林先生你公布情况判公白银的啦。但是呢，后位观众朋友啊，打电话跟那个人讲，就讲啊，这看白银就经常是老情况莫考虑啊，莫出位通的，就讲看没有人，那还正好看的正好。要恶地啊，所以呢，人家一条记得再接着再讲中央北音，鼓励请小明星啊，给你给观众朋友中央介绍一下北音，做哪苦北音，做哪拖中央北音。真的，你讲北音这点哈，我理解可能就来人家福建话的新话这点。真的，人家用普通话本来那别个几位在那埋头，人家新话就是方言拼音中央拗又推一拖拖。真的，但那北音。也是侬啊，福州话哩，种话呢，拼音字典咯。真嘞。或总话讲啊，侬啊，好让人多花一点时间做白音学好哦。总话福州话讲好，要讲恁讲是人啊娘哈。真嘞，种话，小龙讲无啦，声音那声切，其他种白音就古嘞人啊，就讲古代福州话拼音。同性啊，现在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噶啦，就人啊，成了多人了。南龙现在南龙，有透过银牙的，伊古来银牙的，现在就是白银之巅，你教人家福州话，从古来食鸡，从后来吃餐，从白银之巅变浪，清朝之下用林碧山，一部分了我用中国东山，但是那么多黑鸡哦，从菜就自己讲，拎就林碧山，但古个好清拎白银。就是清朝下面清朝秦岭北音，但就只问你找位就那个算了来老人，就讲头就讲矮更矮住，就等于就新华一点咯，等于新华一点。但包括现在两个哩，讲话就福州话又讲乜大，应该乜重，主要是两个音，就主要就是讲古来古汉语啊，那个福州话不能古汉语我叫话咯，就有一乡。跟足音，现在然后普通话太习惯了，一声跟足音发音没标准，没标准。故意讲讲我啊，用白话弄我南下的我声音，真的。故意讲南下那这里用台北音，河南西大用，我讲就棒，就唔就冇腔，冇我南下的个腔，冇啦。就用北音到人家练习，就讲福州话就一路演嘅。故意讲南下，家自己节目嘅呢，故意讲在呢就讲搞观众朋友。用教你，用阿白英仲用推，仲使人阿好冷嘅，就讲两个啊，咪啊一讲好福州话，讲话冇腔。但不算讲福州话讲好啊，肯定人阿都好少冇讲粤语，讲粤语啊，人阿最好讲粤语是哪啲？对头睇小李先生介绍讲秦岭白英，但古老话人阿先要学潮汕啊，福州白英之地。潮汕福州白英之地，就嚟小南小李先生女性女变色啊。不像指望白银之巅啊，那熬过了吗？但是你过路看啊，指望之巅你做哪哦？会让哪个地方做你盼望人呢？做哪点么？可熬指望白银之巅？地方啊，小林是哪一应好地方？都请谢林哪里？好好的，你该来打工了工啊！如果现在工以后，两个面福州话都没工啊，就在一年福州人啊，就讲你现在用要两个开始，应该都改讲福州话。系，但系就讲，但不过嘢用接触住我嘅鼻音啊，你主要就冇冇音咯，主要就你冇冇冇音，但系多咗，即系将主吞会用琴尾路，将吞会冇嚟沙，其实鼻音真简单，鼻音啊，翘翘嘅那方面冇，
头破也就真简单，头破也跌咯。但就种原理，人家去听人家来讲嘢咧。是你呐？我模样的哈，那个我普通话都学拼音，北京这里中国呢，现在有的学中国呢给拼音弄。那个哦，我项目哦，欧摩啊，项目的比如讲拼音的波波摩呢，啊，中国呢欧摩的啊哦呃，然后安恩音，那好几话的学北京。我过来哦，听我了，比我下底有教过你听，一百你听我模样那种。我现在下面我是像牛鞭九起的，就个个一拉，就乌木是什么？神木也是木，还神木呢？咪来喏，个先喏，乌木是三分花灯的，是哟。哦，你好热，我也那要很很的。今年上来一节乌木，真来。上来一节。我那今年上来三来，真来。刚会伊到今下大中上来一节乌木。都强势你那好好跟我带有给你的。那福州话哦，像拼音，像讲现在普通话的拼音是道理是属于样的。哎，古代福州话拼音有五毛，讲三毛，哎，就只用三毛跟五毛到底拼啊福州话，伊就原理都是属于样的。但是伊就讲西湖话咪属于样。那比如讲福州话，成语系三毛，就用啊六，即是六，六，边，边。九，九 ，K K， 得，破，他，真，力，西 ，N， 梦。女朝西最成功的就相当于人家拼音的这个这个波波摩佛怎么样道理所有下摩就六就相当于普通话乐边大概就相当于波九大概就相当于歌 K 大概相当于科得大概是弄个得，坡就是它那种个坡，坡是坡哈，是坡，它大概就是特，真大概就是知，知，力大概是弄个普通话力，但细大概是弄个普通话丝，就 n 大概是弄个一，就梦大概是弄个摸，语讲语就用人家福州话的欧仔音，但就对古汉语老人家福州话的音，但现在用普通话摸啦，但字面那都这个摸对应的就那记就记在晒，但草大概相当于吃，但稀大概是相当于喝，但就这生物的其实都有顺多的，就用普通话就讲项目就比较好记了，就应该好起来，只要语读书大家记就记。我准备查到啊，未必要讲我不拖就讲冲来，冲来会这个以项目看来是冲吃，应该是几？草。啊，你负责洗草呢？就系你啦，会麻烂啦。哦，是你那你做熟鸡嚟噶，又学你鸡。就系中央。回到中央，白银啦，中央那标人啊，伊学冇中央本嘅成啦，清音的噪音的成啦冇。就白银就讲人啊，就短信，古汉语之类，就讲语音，就有清音跟噪音，包括一声，都短信嘅嚟，但系就。人家北京现在就讲，新老种，六个新人已经讲过啦，就讲，语言变化完以后哩，就讲讲闽调啊，已经三脉红都合并啊，合并啊，古汉语是三力，三力六路，三力六，像一般三力六红，三力六红，教啊就讲七千种北京人后哩，一般像三力三，三力三，三力六加三力三，三红已经是驱动噶啦，但佮合起哦。但讲俺现在的，就是讲以语言不会变化，但那种三来一翁，变三来一，但就讲一句嘞呀，手跟手是本难翁，手个手，手手都是腰腰，都是腰腰，有个下边来呀，下边，个翁属于咩嘛？叫背跟灰，也也也灰，灰，灰翁么？去下边来呀，好似那个。
到现在用的变色就白银质地，就那做三的一红。三的一红。但三的一红乌毛，我讲可能也改了啦。三的一红乌毛的，就是一送水的中华边。三。三。三。红。红。花。花。丁。鸡。笋、腰、加、边、龟、乖、菇、鸡、葱、腰、胸。家对君主天包中差舍一天高宽曲修就每一个修比较特殊，因为是普通话音，看来比较特殊的，因为我福州话的鱼就乌毛，已经无像按贼是多那样，就半音的贼无啦。但古来七彩用白音最衰。鸡都来带他，鸡来带他，鸡来一般来偷的鸡，像都偷的鸡，哎，鸡个鱼，红烧鱼，一个乌毛菜，鸡，像你其他那种白的，你那看啊，鸡都偷的鸡，也多，哎，鸡个以前就比较蛮方便，像鸭圆圆的咧，鸡好食硬，但细的，是多个啦，仔是多个，仔是多个，啊，鸡讲狗白的咧，乌鸡。就用鬼系用声音嘅、透音嘅乌毛去计嚟啊！佢用福州病之类乌毛，搞完只其他种病乌毛咩属于？先攞计嚟嘅咧，比如讲鸡仔开，葱花村秋山开就是狗病嘅，就睇得开。但人家土话的，福州话的，过后他的亏啊，莫亏啊，亏莫，他的亏。冷音。但就那吃二百银，人家说，但到来他开啊，他的亏。亏啊。哎，红，哎红，哎红。但过后去改来啊。你猜猜。哎，莫单了。开我去改啊，猜。啊。猜用那头收音。就就明白了。哎，但过来叮。叮啊。叮个就讲其他用白鸟头。丁丁哦，丁跳丁还丁，哎，共生丁，生丁，像我成后，单丁，单丁，丁，但丁讲丁，就不同难音，但就最早欧毛就讲，你那欧白音如何辨别？不特别不也特白音呢？就应该用早红红，但古人都按改来呀，就用丁，丁，啊去改哦，丁。丁，那所音，哎，丁，所音，哎，那丁高的丁，但古来就咚，咚，哎，咚，也不偷的咚，也冷，也冷音，也按计啦，计声啦，计声，声，咚声，但计几下古来就讲声，声声，哎，声也不偷的声，声，哎，即系声有有，声有有，但到咧睇声啊，睇个声，为声音仔，声音仔，个牙去介啊听，听，听拢系听，哎，听拢我老娘听，哎，但过来就讲人家即个车，车，车，出啊出，车，哦，出零零啊，各位哈，即个为声音仔，出一出嚟，哎，讲出零零，出零零嘅即个啊，哎，即系叫车。那就去改个蛇头咯，啊，头咯还是蛇，就咪好噶啦。哎，但呀，古来用只系，只系头就行啦。鸡，哎，一般咧嗌个地方头鸡，来，但古来就用头鸡啊，鸡啊，哦，当鸡啊，生鸡啊，生鸡啊，哎，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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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记录是记录刻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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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到咧脱臼啊脱臼，就用个螺啊，系都按计嚟啊，就等下计入包包哦，个包入包，就乌毛子，自古系计嚟啊。但古号就讲诶，变音嘅仔，就变音嘅仔咧，啊一样计啊，比如就系仔，嗯，依家白音啲咧，其他种白音都睇到嗯，都睇半靓。叫青音班呢，你叫乌毛菜多菜青音班呢，很硬，但外面比硬，给它推得硬，还没好嘞，叫客家要硬，所以南音讲硬，只系家的白音乌毛，青音白音乌毛的咧，叫多推得锅，锅，但是讲拿客家要改做，做真做下做，你讲讲那推得锅。但要他的鼓，就好这边这边变啊，哎，但鼓，啊鼓弹弓啊，都推得鼓，鼓那样在地书在普通外，普通外书，哎，这里就讲有改动不往，从家子往变的咧，已经改变个啦，但就讲哎，装了去可能已经改了啦，但可能那有推动啊，就讲做着按照福州变这点来推。就咩用嘅好唔仲个乌毛，我呢都属于你介嘅好唔嚟夹啊？那你仲讲讲嗱，吓白人嘅乌毛就讲一眼偏见嘅乌毛仲讲诶，可多人啦吓，仲讲又好嘅，因为特别系后生人吓，不过我仲讲前几天偏见也晒时光噶啦，对乌毛仲讲只用嘅只少，吓屋企计用嘅你见？咱我以前老听南无澳洲以前讲诶，太好嘅，就是讲以项目甲乌毛独立晒人汉嚟。一旱的，一摘一片摘。哦，一摘一片。我是理解中啊，一摘一片摘。嗯，但只讲听格林丹也讲啦，哎，伊是中国平滑。只讲人啊，用福州话白音乌毛，改用现在普通话就讲诶乌毛对应，哎，字面就扯下来歪了。真没。因为昂过来一条断断断，普通话因为可怜嘛，你点你大都按来改。来改。伊用语音起听我啊，用古音。教话现在普通话已经轻量咯，轻量咯，一声面无，噪音那种噪音，那种噪音，哎，故意讲你，人家福州话古里多古汉语个咧，嗯，一改变真少，就一声过来夹的，嗯，噪音过来夹的，嗯，故意讲乌毛讲伊学对位，嗯，就车比较傻了，就讲阿边个讲就讲，嗯，三分花灯鸡，嗯，三分花灯鸡，哎，双腰加冰龟，嗯，这人啦半望会对应。啊，那但系，但系人家就冇拉嘢，嗯，阿好记嘛，好记，阿好即系话变仔要推仔，变仔就可以，宽要推到宽，生要推到生，真系，佢就冇咁叻啦。佢写嘢应该冇咁背啊，诶，你睇普通话拼音，嗯，佢哋照样都学嘅 ，R O E U， 真系，做项目嘅项目仲冇背，诶，你都冇背嘅，你做拼音手，真系，好即系话拼法，即系讲宽切，嗯，诶，比如是做成切法，我咁解你个啦，即系讲他。人家福州话咧，有他项目，他就那区，即系他嘅项目，他先推，推，哎，人家讲冲一拼，冲是翁嘅翁，翁嘅翁，实际讲嘢用翁冇只字，人家那晒翁，翁，那晒翁冇，相就冇哩，相就晒相冇就系相，晒翁冇就系翁，翁多啲吞声拼。哎，他唔通，他唔通，太简单嘛。直接对普通话很光拼音，像毛毛皮所用。冇啦啦，但古话讲啊，就是讲啊，上帝。嗯。因为古汉语那是为上帝。嗯。那现在也有那公司了，北北七北，就是概念大。嗯。福州话古那是为上帝。古那是为上帝呢？伊只不过佮古汉语所用先咯，一般清音跟浊音。嗯。清浊。哎。清音是咩上调，并顺其意。嗯，诶，讲两下，浊音是咩上调，并顺其意。像阿白音嘅清音、浊音，就节节说对咯。嗯，节说对咯，因为白白上调，是白白音节。白白音节。诶，比如两下举例嚟，就讲诶，比如你他冲通，嗯，那通就讲是咩上调状态，上头清音，嗯，通通通通。通通通通，解开噪音，通通，通通通通，
哎，门头没打，门头没打，痛痛痛，哎，但是人家讲哎，家己的表现的咧，是讲相对符合，哎，伊普通话是在花。跳高高就阿咧阿咧誒拉拉嘅就講，嗱好似我就講讀細就講古大全全部就講我，但現在又嗌到細，誒你三四我都七八，誒就誒九四是表示清音，清音，誒九九八是表示足音，誒剩下就講要冰霜佢，就講阿拉要冰霜佢，就講就。就咩紅就咩綠，做個聽你句學鼻音。誒，像做古來那些啊，就是也真酷。因為冇講句冇道理冇算了的，就講個古來汉语你做的就。慢，我即就是扭了扭啦，就头拢讲一个按鼻音这个时节是讲，是鼻音音节哈，但按是为上调，上调嘛啦，啊变双口音，啊轻音按是为，但重音按是为，下来变双口音，但过强音按鼻音音节，嘛啦，怎讲？头拢讲下摸嘅，我摸下摸神我。我摸上来哎，那哦，那每次我对拼拼音问题好，就从那个拼音用光拼拼音就可以拼对的。真的，真的，是嘛？那我总讲，那人家冇可能也真好嘞哈，也真好嘞。但系我冇加上我推住我鼻音起嚟，你冇可能收用呢。你只要讲伊清音，诶，往四位上音，四位上调，系咪？上调。诶，噪音也嚟四位，但系伊尽量少变吞哦。但你两搞个情况，但老乡吞哦。也比如讲，轻音的力量，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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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的力量，然后嘞，公公公，在楼上再来几个听，没啦。但过于偶然，我讲时节说会几五万啦，但是比应节，好冇也来。但以前时节，因为用应节，那是呗，因为听了呗。但听了呗，过来合并，因为伊就记录性，就变双口音，加也变双口音，因为。就中国佬就胡哈古汉语中国嘅就英语原理，你听我哋清音嘅噪音有一定关联，关联比如你先头睇个阿拉古听唔嚟发教，哦，所以讲一清音一路先，噪音一路先。但系字面就讲诶，隔一下啲，可能就讲诶，未很理解。其实注意就冇，就讲英语唔落。其实你一下来也是四级音部，也是四级音。哎，你就是讲，佮人家推拼音咯啊，伊个教子系推 R， 你就推到 R 啦啊。真系，你就是讲推啦。真系。头拢讲真系个按，像摸按摩都好拼，但是可能要拗 QQ 啊，那么 QQ 可能要摸进好中拗。会拗嘛？伊就拗一定规律啊。但冇啦，只讲人家你推鼻音，就伊肯定有记录性，伊是符合就讲英语就原理，就哎，比如轻音就推。噪音全脱，但就人家家长呢，佢可能介意啦。清音要将台湾音节脱去，就比如公公公狗，狗脱啲蛋，脱啲对，脱对，就住一声，就武汉去一声，就更加好似我只又用翻脱，就公公公谷谷有啲蛋，有啲蛋，都脱啲对，脱啲蛋，清音脱轻。佢哋合清，聲音就要聽嘅，就將就講清清楚，就講清。就講高嘅高，那邊就講所謂是清，所謂是足。哎，足足音就聲音過嚟打過嚟對聲。就打你嘅。哎，就過嚟對聲過嚟打。就依組就講是啊，命調就講硬中啊，因為中格嘅中央嘅，格路聲音咯，都寫下人家鼻音字典。就是也可贵。我听谢林啊，就讲所讲嘛，或者我啊，当时古汉语语音就讲我熟啊，人家听了几条就学了会的了。因为啊，人家吃白音无是赖在就讲古汉语，就讲我呢。但是现在进入一来呢，靠二零啊，无就见来讲，这个白音啊，偷偷进入，真歹熟门咯。因为普通话拼音因那是两啊，人家是不接音节。伊就讲谈讲啊，轻音人家伊是比较轻的。但噪音的也比较大，或者讲那么恶火，就讲鼻音偏切滑，滑滑嘛那么恶火，那会哭哇嘛，以及讲福州话讲没搞到啦，人家福州话能讲哎，你话讲没到啦，那福州话我必须都二级翁，必须都大声嘛，怎么跟人看那个看没有耶，鬼都听那些人那么跟他说啥你看，改那个改那个改工啦，改工辛苦啦，人家不识鼻音之点，那么苦鼻音。像就叫帮俺人民广告，在北京街都爱被哭音，爱被哭音。哎，古来人讲哭北音，哎，哭北音就哭，
当我阿咧讲过来，反正具体个讲啦，具体心理个讲。嗯嗯，谈讲啦，人阿白音说主是白白音节，白白音节就有清音，就半音开始。嗯，但要清音半音，实现了是番茄作音。番茄作音就弹性到共鸣，那你的拼用他冲去通。他冲。番茄那高就白音的他老两作音。嗯，个他老两作音。就清音半音作音。一个作呀，以自己作为标准，它变上去音。嗯。该这个呀，它周音变上去音，来做句话说做白音。做它是个，就是哪讲的苦白音，就是讲做。嗯嗯。哎，做那它也来讲，叫你方言就一卡，转了这个三字后，哎，我就讲你，我推到了跟天啦。啊啊。像什么这个神武爷？神武爷，他为。欧摩，我就推。三字后，叫神武主辈，叫水武母所主辈。叫三字后，那叫牛三母，他老爷，知道在，这里在还钱的做，哎，叫牛去三到的钱，牛三先咯，牛乐了哇，乐，三，浪，浪啦，要他老爷，那阿就的浪，一浪开始，就听，头先啦。冰霜球一，佮这个头做音的冰霜球一，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啊，冷冷冷冷，哎，就冰山的冰，冰冰冰白，冰冰冰白，冰冰冰白，哎，叫声钢，又钢钢钢夹，钢钢钢夹，哪夹点呢？啊，夹点呢？夹。哎，就要开上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哦，坑坑坑坑，坑，哎，就门推门打，我用用阿拉一下，都修理卡，推理刀，想去推理刀，像第三当，当当当打，打打，当当当打，哦，当当当打打，哎，他上汤，汤汤汤打，汤汤汤打。真山张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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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立山浪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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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西山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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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山暗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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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梦山梦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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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雨山暗暗暗暗暗。啊啊啊啊！草山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溪山寒，寒寒寒寒，寒寒寒寒。哎，就我头也挺简单。哎，你就我一天有见到面哦，就你那手头，哎，头里一晃眼就卡。哎，结果应该顺口，但是就用人家福州话有时有咧，就。乌蝇莫仔，好好的。我有冇做梦啦？乌蝇莫仔都做咩咗？我做就讲诶，苦蝇标成啊，乌蝇莫仔晒零的，就标成。零标成就讲蝇。蝇子哦，福州话杂音，但系莫杂仔。仔已经怕冇怕老噶啦。怕老噶啦。因为福州话是都一拿仔，就又福州话公仔要写咩虫？但系从我嗱就讲诶。人家各人才各人哄我，就过来就讲都是要摆来的，应酬用就没那样的，没那样的，被偷就被偷走了，偷走就来啦。但就现在可能就呀乌贼，然后就磕头呀，没人性啊的，就晒猪瘾下来，晒猪瘾，哎，你还钱啊？其实往那边捞，像那么样，像那么，在那年金个还钱。去人家普通话说用拼音在那边捞人啊。那别个从乐乐被的乐一只，回哪就晒六搞用个只，十哎，从我那年个写好多月，那么阿拉去做了还钱。没了没了，只要拼，人家有还钱，你直接看，会啦会啦，就哎六十。六十六，六哎，冇啦，我就会了。哎，谢玲啊，你中央讲来中央穷雨哈，那大了大，红了在外头。但是冇你讲树树栽呀，这栽就没危险啊。你别讲可怜啊，可怜人家本来有说说中央好好等等啊等啊，哈，按着就做飞啊，没事啊，吃几天就做吃。但讲吃几天就讲谈讲啦，都苦白因。那穷雨也白讲，这栽没危险啊，生个白因子的那土。白日的莫来咯，该宁会去。哎，那趁个太阳好么？将来不拖着啊，就出去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哎，只要做白日脱个安，我们家的应接。哎，安安安安，
生老的无啦，等微的，就加到等微要应节的，等微应节，就讲加到做英语，就他老两嘞，他老两的嘞，就班嘞，就最重要个叫，就其实就就混话是简单，最简单嘛，简单，是也说二难么？就会个啦，就讲特别就讲谁哩呐，我知道举了一蛮难的。但嘛，他拢讲人家白讲，没白写啊。但就讲呢，他拢讲扩宽的扩大。但呢，我比如讲，今阵看主人家看下做，这个还好就话没回头。但我来又要花钱，但是赚钱咯。就是讲个是我一点的，我所用的不修里头，不修里头，哎，一古代句就莫不修。其他种白那搞三种渠道，冇得咯。伊都各种物都计下了，但就讲你啊，中央上啊，人家新兵的就都去做的呀。乒乓波是加了，就讲北京几点拍下不？你按线了乒乓，靠托，佮新加一点托花水。啊，就也可以托，哎，先托乒乓波的，托我介托下自己仔，仔加点嘛，加点贵嘢，哎，托有做自己。哎，点贵嘢，然后你边北京托嘅啦。边头，以前你乌做我自己应做拿钱，北京钱有嘅。哎，边嘢托嘅加点贵嘢，独到嘛。乌会读到就表示应节，十斗所谓应节。因为说读北音嘛，你跟他那边去睇下门门音，你喺你这边就系睇翻啦，喺这里中央处理。为观众朋友，人家诶知道啊，谁领导啊？跟人家介绍进来，从我关于种哦，苦从我北音的，从我方法，也种哦，从我可推就往北音这边的方法对。以后呢，可能摸就往北音这边啊，或者讲谁领导就呢可能过哦么？人家有嘞，古奥，人家有古奥呢，人家有古奥，就讲人家一古奥呢，广州那不地就往北一点几点钟那种。搞节目组那些嘛，那些啦，跟人家有嘞，那些啦，人家有嘞，就讲个人队友后面就往住哈，就往住到人家就讲帮送后生回去挖，中生回去挖，后进来帮走。广州朋友，今日啊，那因为时间关系，前天啊跟人家。中华关概念的进来，关于中华北京基地，中华苦北京混合，就搞正了。